台上呢一直不停地出现帅哥，好像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有点残忍，所以呢我特别为两位请来了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美丽动人的我们的女明星。是的，那我们欢迎林心如。他的这首歌叫左右，对，我们是左主持人，哦，右主持人，他们是左主持人。你看到你的左右身边围绕这么多给你拜年的人，对不对？对啊，谢谢他们的主持人一起在节目上。哇，这种感觉真好呢。哎，对，我想问一下王冠，心如啊，你现在看看心如，和你以前印象当中的心如有什么不一样？哎，我觉得唯一一点没变的就是他的眼睛一直都是非常的大，而且很有神，会说话。对对对，电视剧当中的心如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因为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种柔柔弱弱的，就需要受人欺负，对不对？对啊，需要男孩子去保护的那一种，而且很多男人应该会蛮喜欢心如这种类型的。我其实是非常乐观的，我并不是那一种动不动啊就会流眼泪，然后好像活在那种很悲哀的情绪里面的。哎，看来那听上去像朱桢主义，他就是这样比较乐观的啊。对，像我就动不动要流眼泪的，真的。不会吧？我看《还珠格格》每次都是热泪盈眶。真的还假的？还是很再次欢迎八戒啦！有请。好，大家好。你这么穿，倒像台湾原住民现在啊。看看八甲，你好。好，你好。八甲也是带来专辑了，是不是？藏在后面。咱们这样好不好？看看电视机前的朋友，又会趁着我们这一段欢乐的时光，赢得哪些实际的礼物，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看八甲在这一轮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五张签名专辑，收看看一下。非常漂亮的专辑，到底谁可以得到？我们要请这个电脑屏幕滚动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了。哎，对了，八甲来叫开始叫停，好不好？好，来，现在开始。好，滚动起来。动的数字哦，到底哪些朋友能够获奖呢？五份，停。恭喜！恭喜！第一张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八甲的签名唱片。恭喜恭喜！是我们林心如也是带来了自己的礼物，对不对？嗯，我也是带了唱片，可是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是高级音响组合。哇！这样的音响的话，可以听他们俩的专辑放在家里。对对对，音响组合，那这位观众非常幸运了，不仅可以获得唱片，还有音响。那究竟是什么样的音响呢？但是人就没有五个了，对吗？这么高级音响只有一个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滚动一下。好，来看看音响。高级音响，我们请林心如抽出一位获奖观众。好，滚动起来，您喊停。Okay， 预备，开始。停！恭喜你！恭喜
喜恭喜恭喜恭喜各位观众朋友呢，没有获奖的观众朋友没关系，因为接下来节目还在进行，那如果想我们带给您这份幸运的话，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节目。是，刚才土八甲和林心如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妙的歌声，我们要看看他们的欢乐指数究竟是多少。有声喽，有请严三美。100还多两分，你想啊？对啊，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欢乐指数一定会飙升的越来越高了，是吧？是的。再非常谢谢我们的两位高龄的大哥表演，哎，王室成员王子格格，对不对？谢谢，那谢谢，赶紧我休息一下好吗？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欢乐，好运，谢谢。那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就是这样的实力非凡，给我们带来了102分的欢乐指数，大家一定非常期待。